那如果他的底非常硬的话，那双鞋应该就不 OK。鞋舌也不能太硬，它一定要非常轻巧。アスタイガーのデザイン性だけではなくて。いわゆるコンフォートのところも兼ね合わせた商品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のでということです。像我这双鞋子呢，它前面没有鞋舌，因为它前面做分开式的设计，而且很符合每个人的脚型哦，因为每个人的脚型不一样。这双是做内靴式的，非常好套进去。